人工智能最现实的应用场景到底是什么？百闻不如一见，不如让俺老孙带您飞天一游，岂不妙哉？就是人如果把这部分大脑也给解放出来，那人主要干什么？人工智能啊，什么时候能像人一样思考？我个人觉得可能要到2060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今天的 AI 不是工具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工具。我们相信科技的发展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胆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愿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时事警醒，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我觉得人工智能现在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它能够引领人类去探索背后的物理规律，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我陪着您一道畅游星河。我们从来没有距离星光这么近，还有更多的星空等着我们一起去打开，去发现。我们飞得越高越远，孩子们拥有的世界才会越宽越广。来吧，让我们一起去摘下那颗最闪耀的星，去点亮更多孩子的梦境。